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我是罗千竹。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黑龙江草原违建案先前相当惹火，如今草原的法定代表人曹坡以及副总经理苏林芳被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滥伐林木等罪刑事拘留。习近平日前访欧洲，签下了大量的飞机订单，但路透社报道其中有灌水成分，详细情形待会儿来看。 中国近期连续发生多起公安意外，人心惶惶。到底中国体制出了什么问题？来听听专家怎么说。还记得先前讽刺中国人随地大小便的瑞典节目吗？如今传出主持人与制作人双双离职，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中国的违建案近期陆续被起底，陕西秦岭别墅事件在黑龙江重现。地产商曹波父子三人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山岭上破坏了百米树林，新建私人大庄园曹园，甚至还挖了一个湖，引起关注。如今有消息指出，曹园的法定代表人曹波以及副总经理苏林芳呢，被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滥伐林木等罪刑事拘留。 根据新浪财经网报道，日前牡丹江市专项调查组初步查明，黑龙江草原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存在违法采伐、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行为，因此依法规定必须拆除。截至三月三十一日，草原内十六处违建已经被拆，并且通过了牡丹江专项调查组的验收。 而对于毁林私建的责任问题，陕西律师事务所赵良善律师分析，在朝源事件中，曹坡和苏林方面临面临的每一条控罪都有不同的刑期，像是滥伐林木一千四百一十六立方米，属于数量特别巨大，可以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外，非法占用林地数量达到十九点零五公顷，则可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央视新闻用户端证实，四月二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对曹元法定代表人曹坡以及副总经理苏林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欧洲，大手笔的宣布向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订购三百台客机。然而，路透社报道指出，这笔订单呢不仅政治色彩浓厚，似乎还有灌水嫌疑。不过，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决定呢也被认为是想宣示与欧洲的紧密关系。 事实上，737 Max 出事影响的不仅仅是波音公司，也对美国政府造成冲击。欧洲空客可能趁着这波动荡渔翁得利。 根据法广引述路透社的消息，中国订购的三百台飞机其实已经把过去存在的合同也包含进去了。例如，其中有十架的 A350，早在去年就已经对外宣布这笔交易。不过，无论如何，有分析认为，这种框架协议呢，象征着中国官方睽违一年重新介入航天航空市场。 事实上，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未来二十年，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市场。而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欧洲空客则试图深耕中国。为了对抗波音，空客在中国推进当地化，不断深化双方关系。日经新闻提到，对于打算把航空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进行培训的中国来说，空客的当地化战略可谓是雪中送炭。再加上因为埃塞俄比亚坠机意外以及美洲。 贸易战，波音在中国的业务遇到了很大困难。如今，中国签下了三百五十亿美元的订单，欧洲空客或许才是最大赢家。 中国近期发生六起的公共安全事故，导致一百多人丧生，其中又以江苏响水爆炸案最为严重。这一连串的事故呢，不仅引起中国官媒的注意，网络的声量也很大，还有不少民众议论纷纷，直呼今年到底怎么了？然而，事出必有因，为什么中国安全事故发生的如此频繁？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安全事故的方式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根据中央社整理，从三月下旬开始，突发状况接二连三。先是响水天嘉宜化工厂区爆炸，再来还有四川成都双流机场钢筋倾倒事故，湖南高速公路大客车起火，山东青州工厂爆炸，昆山汉鼎公司厂区爆炸等等。十几天内多起事故，导致官媒出声要求引以为戒，审查责任。 但是有不少的人感叹说，中国对安全监管还是极度的松散。美国之音引述前安徽省检察官沈良庆表示，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背后反映的是制度性的缺失，存在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权力腐败问题。 时政评论员恒河也说，企业产生的环境问题，民怨四起，但是官员们故意不听到，因为整个制度的设计就是如此。为了追求高度经济发展，不顾一切代价，地方官员也只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事先不肯预防的后果呢，就是出了事才赶忙的封锁消息，大事化小。沈良清认为，如果中国的体制不转型，这些问题永远都是无解。 瑞典的瑞典新闻节目主持人罗恩达尔去年杠上中国，不仅在节目上让台湾和西藏独立，更讽刺中国人呢喜欢随地大小便，进而引发中国与瑞典之间的外交大战。然而事隔半年之后呢，经传罗恩达尔已经向制作单位辞职，本周做完最后一集节目。 综合《苹果日报》与《新头壳》报道，罗恩达尔表示，主持瑞典新闻三季了，是时候退出。他解释自己离开的理由呢，是因为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罗恩达尔说，之所以当初会接下这个节目，是希望能够换一种诠释方式，引起人们对政治的关注。但他说自己缺乏正确认知，尤其在讽刺中国的那几集节目上，最后演变成中国与瑞典的外交大战。瑞典新闻所属的电视台 SVT 更被贴上。 种族主义的标签，罗恩达尔表示，经过几个月的思考，终于决定辞去主持棒。然而，不仅罗恩达尔走人，节目的制作人林卓伦也宣布辞职。林卓伦说：“这个工作有时候会踩到地雷，在制作与中国相关议题的节目后，他不得不与瑞典的中国代表团会面。但他也称，当时节目的讽刺走向确实不恰当。至于未来瑞典新闻的节目风格会不会有所调整，目前不得而知。” 节目的最后，带您来看到中国简报，为归观众快速掌握中国各地的最新消息。在中国话可不能乱说。苹果日报报道，中国男星赵立新昨天在微博上提问：“日本人在侵略中国期间为什么没有烧掉北京故宫？”这番言论被认为是在美化日本侵中历史，引发网友踏伐。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赵立新今天凌晨赶紧发道歉声明，解释自己在和网友进行思想辩论时表达的不够准确，以至于被外界误认。赵立新强调：“我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绝不会为暴徒洗地。” 一名二十二岁中国留学生陆万真上个月在加拿大住家停车场遭绑架，三天后自行脱逃获救。不过，就在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紧张之际，这件事情也备受大众关注。周一，加拿大警方对三十七岁的嫌犯亚当发出全国通缉令。亚当周二即向多伦多约克区警方自首，被控绑架、非法监禁、持武袭击、一般袭击共四项罪名。 湖南永州宁远县今天早上传出一起小学随机砍杀案。中央社引述官方通报报道，今天上午七点，一名三十一岁郑姓男子持刀闯入博家坪镇完全小学，导致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两名受伤的学生正在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有村民表示，被捕的郑姓嫌犯有精神病史。官方事后也证实，将对他进行精神鉴定。 全球都在抓假新闻，中国也不例外。中央社报道，三月底微信群广泛流传一则冒充新华社发布的假消息，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从四月一号起降准。之后，人行紧急出面否认，并致函公安机关，要求查处散布假消息的行为。对此，金融时报微信公众号分析，这可能是有心人士希望借此提高某档金融工具的价格，进而趁机出货。但也有人认为，这则消息应该只是四月。 一号愚人节前的玩笑而已。日本政府一日发布新年号令和意外的引发去中国化的论战。自由时报报道，这个广受七成以上日本人喜爱的新年号，竟然早在二零一七年就被河北省的民众申请作为清酒、米酒、葡萄酒等酒品商标，而且申请已经被批准。二零一八年十月到二零二八年十月期间为有效期限。 对此，日方表示，这项在中国的申请应该只是偶然，因为这位民众除了“令和”还申请了不少其他以两个汉字组成的商标。最后来看到四川凉山的森林大火夺走三十名消防人员的生命，但却有网友在网上发布多条侮辱这些因公殉职的消防员的言论，引发广泛县民的愤慨。 联合早报引述凉山公安局网安支队官方微博“凉山网警巡查执法”的公告表示，公安机关发现后已经迅速的展开侦查，并且在昨天下午以寻衅滋事罪的罪名抓捕并拘留该名网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感谢收看民镜电视。如果您喜欢这一期的节目，请按赞加转发，并且在 YouTube 上订阅民镜电视。我是罗千竹，我们下次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日前接受法国二十四小时电视专访，表示她六个月来没有收到任何其丈夫的消息。她说自己受到了恐吓，甚至担心被中国特工绑架。她否认对其丈夫的腐败指控。 目前处于法国警方二十四小时保护下的格雷斯梦上周写信给法国总统马克龙，请求他在接待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向他谈孟宏伟案。在专访中，格雷斯梦用英文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说：“我收到过陌生人的电话，有人跟踪我，跟踪我们。然后我的汽车出了故障，家里的报警器自动启动响起来。” 严重的程度甚至让邻居都感到害怕，他们打来电话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总之，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记者问：“尽管有法国警方的保护，还持续有这些事情发生吗？”格雷斯梦回答说：“有时发生蹊跷的事情，而且是经常性的。法国警察非常的专业，每次发生这一类奇怪的事情，他们都进行调查。” 记者问他是否认为中国方面还在试图要强制把你和孩子们一起带回国的问题时，他说：“我不知道，但他表示自己感到害怕。不过他补充说，我害怕是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做任何事，什么也不会让他们回头。即使我是在法国，他们想要绑架我，绑架我和我的孩子，这是个很可怕的状况。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对待我们。” 她还说自己和丈夫孟宏伟都爱中国。美国《防务一号》网站日前刊登文章，由该网站组织的第二届天才机械论坛上，有美国国家地理情报局专家称，中国正将运用生成对抗网络技术对卫星照片进行处理，以扰乱人工智能技术对军事和民用目标进行大数据识别。相关专家认为。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大幅度领先美国。美国国家地理情报局局长办公室的自动化项目主管兼首席资讯总监托德·迈尔斯说：“中国是第一个运用对抗生成网络技术来欺骗大数据识别的国家，他们已经成功欺骗了计算机，让他们识别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形和目标。”迈尔斯又说：“中国在这方面是有计划的，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使用 GAN 来操纵图像和像素，来造出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来实现邪恶的目的。迈尔斯举例，对手可以通过欺骗，通过电脑的辅助识别分析软件，让他认为在某重要河流的特定地点出现一座桥梁。这样一来，你就可能会被引诱，针对这座桥梁制定战术计划，训练部队，制定进攻路线，以攻击这座并不存在的桥。 迈尔斯称，二零一七年开始，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使用生成对抗网络技术来识别卫星照片中的道路、桥梁和其他目标。去年开始，有 AI 技术专家指出，同样的技术开始被用于欺骗生成对抗网络。迈尔斯表示，为了训练自动识别系统，需要使用大量商业卫星照片。 而只需在其中混入小量经过处理的数据，即可干扰整个自动识别系统的工作。他表示，我们暂时不说国防和情报方面会遇到的问题，就想象一下，谷歌地图可能会混入这些照片，故意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五年之后，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广泛使用以后会如何呢？二零一四年，GNN 生成对抗网络技术首次被提出。 是一种训练神经网络系统自动识别目标和识别真伪的新方法。简单来说，通常的识别算法是通过图像中的一些特定特征出现的规律来进行。例如，当一张图片符合条件 x、y 和 z，那么就可以识别这张图片中有一只猫。 而生成对抗网络则会学习在什么情况下，识别神经网络会将目标识别为猫，然后生成含有 x y z 条件的图片，以使识别网络认可这是一只猫。这种技术目前最广为人知的运用就是 AI 换脸术。利用这一技术，可以制作以假乱真的动态人脸画面。 利用生物识别等技术，电脑仍然可以区分 GAN 制作的动态人脸画面，但如果将这一技术转移到地图上，识别就变得不可能了。四月一日下午，有报道称，国美创始人黄光裕将于明年出狱回归。消息一出，当天国美系上市公司午后大涨，国美通讯、中关村一度涨停。 港股国美零售和国美金融科技一度涨超百分之二十，不过在消息传出不久，国美零售投资关系总监李红辟谣称，媒体听错了，现在正在沟通。黄光裕正常刑期到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六日没有变化。澎湃新闻记者据此咨询接近黄光裕律师方面的相关人士，对方给出的说法是明年够呛。 四月一日晚间，国美通讯、山东金泰和国美零售纷纷发布澄清公告，称并未获悉任何有关黄光裕出狱的有关信息。现年五十岁，黄光裕系国美电器创始人。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八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之大陆首富，在二零零六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也是排名第一。 二零一零年五月份，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同时被判罚金六亿元，没收个人财产两亿元。黄光裕目前已服刑超过十年，目前仍在羁押中，因表现良好或减刑二十一个月，其应执行刑期至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六日。 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四月二日致函公安部门，要求警方查处四月一日降准的造谣者。此前，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一个聊天群上，星期五三月二十九日流传了一条看上去是官媒新华社发的消息，称中国央行宣布四月一日起下调主要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金融新闻网转发央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署名城方街时评的文章，题目叫《给金融市场上的造谣者提个醒》。文章说，谣言流传开之后，人民银行办公厅迅速出面澄清，指出该消息不实，还说央行也已就此事正式致函公安机关，对编造此虚假信息的行为进行查处。 中国央行四月一日没有降准，不过城方街持平的文章认为，对于降准的谣言，如果不立即澄清和制止，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城方街是中国央行的地址。中国人民银行原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四月一日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在空间和可能。 但需要结合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整体的金融市场流动性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他认为，是否降准要看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在数据尚未全面出炉之前，不是决定降准的最好时机。经济参考由新华社主管。据汤森路透进行的2019年第四期中国固定收益市场展望调查。 受访机构对四月中国央行降准的预期升温，约三分之一参与调查的机构认为四月将再次降准零点五个百分点。展望调查对未来三个月的降准预期更为浓厚，接近百分之七十的受访机构持这种观点。中国游戏公司昆仑万维科技有限公司周一表示，该公司正在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就是否出售广受欢迎的同性恋约会应用 Green Door 进行谈判，但尚未达成协议。这家公司的声明说，目前公司正在与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进行沟通。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尚未与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达成任何协议。后续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Grindr 是美国最大的同性恋交友应用之一，拥有数百万用户。昆仑万维于二零一六年以九千三百万美元收购 Grindr 百分之六十一点五三的股份，并于二零一八年以一点五二亿美元收购剩余的股份。昆仑万维在周一提交给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文件中表示。 自收购以来，该公司在符合业务开展所在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提高了 Grindr 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文件中引用的未经审计的数据显示，二零一八年这一款同性恋交友应用的运营收入为五点七二亿元人民币，总资产为二1一五亿元人民币。去年八月，昆仑开始筹备 Grindr 的海外上市。 昆仑万维说，该公司关注到近日有关媒体发布关于 CFIUS 要求该公司出售 Grinder 的报道，并为此作出澄清。路透社上周报道说，CFIUS 已经下令昆仑出售 Grinder。 理由是，该公司所收集的用户性取向、住址、通信对话等个人信息，可能被北京方面利用来敲诈美国官员或者国防承包商，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去年，Grindr e 曾被发现存在安全漏洞，会让第三方公司获得敏感的私人信息，比如用户的艾滋病毒感染情况。而 Grindr e 的安全问题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4年。 当时，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该程序泄露了用户的位置。CFIUS 的干预将终结昆仑万维对 Grinder 的海外上市进程。昆仑已将重点转移到直接出售 Grinder 的拍卖过程上。这也将是一个罕见的案例，也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采取行动推翻已经完成的收购。 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正加大对中国投资美国技术的审查力度。据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2018年6月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正在起草限制措施，阻止中国持股25%及以上的公司收购生产芯片和武器等重要工业技术的美国公司。